当我看到这个合成是用石头合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嘿嘿嘿，我离我的无尽装备貌似又近了一步呢。哎，等等，我怎么连石头都没有？快出家，原地下挖！哎，我只是挖点石头，干啥呀？干，直接送到地心呢？来，三块够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拿这个就可以合成我们的工作台了。等等，我意识到了一个不对劲的问题，兄弟们，你们可能也发现了。我没有这个工作台，我怎么合成这个？所以我现在要去找个工作台。雪山这里还是要来的，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地牢，地牢里边一定有工作台，兄弟们，一定有，没有任何可能是没有的。拿什么玩意儿能跑得快一点？我们就从那口挖下去，因为自己挖的地方可能有点偏，里边怪太多了。来个哈肯点母剑啥的，我想法有时候做一个哈肯点母剑，这样我们下这种地牢可以秒怪。我们现在拿最终之剑，攻击力高是高，但是一个打一个，你知道吧？没法群攻，这种没法群攻，其实打起架来是很不吃香的。找房间，房间里就会有我们想要的工作台，兄弟们，找。这边没有不要紧啊，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有的，找一下。好，这种地图不显示，不显示就不显示，问题不大。骨头铁拿走，石砖我们不要，雪球给它扔回去。这是不是相当于木板？可以搞一点吧，可以搞一点点。哇，头盔换上！哇哇哇，没白来，没白来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把我石头先捡回来，躲开。53个石头，这后面会不会有房间？它应该会有一个房间，不在这边呢，就是在这些位置。反正工作台，我今天一定是能够找到一个野生的，我觉得。哎，不要堵我路啊！哦，那边有怪，那我不过去了。看来是在另一边了啊，兄弟们。快找，快找，快找！一会儿又奥利给了，这点好东西全让他给我奥利给了，兄弟。房间，房间在哪儿？咱就是说那个木房子，平时不想见，哐哐的给我出现。现在我想见了。我想见，有没有？啊，我好愤怒啊！矿洞的，黑夜，白天，洞穴地图，哦，这里，这好像是一个，我估计这地牢里是没有我们想要的那种房间了。你看，真的没有，我去，我受不了了。还有萤石、书，这些都拿着，食物就算了，食物咱不要，萤石粉。呀，掉下来，这底下就不可能有工作台了，白扯，就第一层会有，掉下来它这不可能有了，再往下就是特别值钱的东西了，你看见没有 ？X 光、青金石块也行也行，不能白来，想法搞个工作台，我跟你讲，然后再搞个那种范围攻击的武器，要不然就受这个气，我跟你讲，正好到地心了，把这个挖点，哎，石头多来点石头。然后把这钻石收了，哎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！钻石块看一下，炸了。钻石呢？现在钻石属于是铲子，能烧的这点东西里边，铁跟黄金，黄金还可以，铁咱们可以去沙漠，铁就不要了，红石也不要了，这些也没什么用。看看能不能搞一个哈肯点母什么的，我找一下，基岩这块的工具嘛，对吧？武器这个怎么做？这个做不出来，基岩呢？哦，暗物质。哦，三根棍儿，等等，要工作台，咱就是说不能不要工作台吗？哎，没有工作台，工作台，没有工作台，什么都做不出来。四个木板，有序合成，无序合成的，一个粒儿。我家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家里有这个粒儿？我怎么感觉我之前换过呢？没有，但是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合成表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合成表是假的，咱不能完全相信。就比如说万一他现在这个就能合成出工作台呢，这也是说不定的。哦，22个。哦，这一个变9个锭吗？我突然想要了。虚空块12个。整齐整齐整齐。哪去了？这。在这儿吧。OK。因为我这箱子里还有一组嘛，整整一组，这属于给自己多了一些材料。然后看一下咱们之前这有的东西。哎，能合成什么？石头，还有书，咱们之前得的骨头，其他材料应该就没啥了。我得先把工作台找到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我得去找工作台了。再这么下去根本没法进行。哎，哈肯点母鞋，漂亮，有这个咱能跑得远点，工作台也就容易出现了。木板我也有了，咱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了，找工作台。